现在每天都有好多人问我刘海怎么卷，其实我发过很多遍，先把你的刘海想要留的先拨出来，就随便用个鲨鱼夹把多余的头发给它夹起来，卷发棒或者是直板夹都可以，就这样子拉着，然后向后带，这边也是拉着向后这样子卷，然后这边的头发也是。这样子就完成了，这样子的刘海卷出来是比较长，然后比较自然，不会特别卷的感觉。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度，蛮修饰脸型的，然后比较韩寒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可爱一点呢，你可以停留的久一点这样卷，然后停住，一二三，哎，等一下下，不要马上打开，让它放在这儿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这样，等一下，头顶的部分呢。可以再这样子给它拉起来，然后这直板夹向这边推一下，哎，放下来，这边也是分差不多一指的宽度就够了，这样稍微过一下，放下来，这样子就会可爱一点。然后这边的部分呢，挺久一点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学会了吗？然后这两边的长长呢，你也可以别在耳后。我知道肯定还会有人问我说："哎，你这个刘海怎么剪的？"我录的那条视频比较详细，虽然没有剪出来，你们可以等我一下。